你把那棺材盖子拿走吧，就算抵你的房钱。我告诉你，姓董的，明天就算你跪下来求我了，我再不跟你干了。行了，没事了，你出去吧，把门给我带上。 夜里不睡，白天睡，干啥大事去了？啊！问那么多干嘛呀？兄弟啊，我可听说昨天夜里有人摸了城北警察分驻所，还攻打了北城门，死了十来口子。我想着我那棺材又能卖出好几口，我得知道。 谁是我的贵人，财神不是吗？那是你的财神，跟我他妈有屁关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你干啥呀？干啥呀？烦人，睡会儿觉都不行。我这不是怕你着凉吗？烦人！兄弟啊，我说句实话，昨晚的事儿，是不是你和营长干的？ 你说话，你哑巴了你？你要干啥干啥，董小鬼！你说不说你？急呀急急急！哎呀，我的好兄弟，哥哥求求你行不行？啊，我这心里刺挠，快告诉我吧！啊，求求你了啊！哎呀，你天天操心的不都是你的大洋铜板吗？哎，怎么着？你还想起来有个营长？这不是救命之恩，不能忘不是吗？哎，想知道啊？啊？ 这事儿啊，本来你是有份儿的，是吧？但是营长担心你的孩子生下来没爹，所以嘱咐我不要连累你。明天就见不着我和营长了。我没事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走走走，我睡会儿觉。你把门给我带上。你不是你们要去哪儿啊？ 宁可错杀一千，也绝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人。嗨，见血缘。
二叔啊，又在捣鼓你这玩意儿了。二叔啊，耗子就这么一口啊，啊，抽一口精神了，抽两口立刻就亮了，抽三口就变成神仙了。二叔啊，再这么下去你人都废了。广义啊，我是柳子的良太，孰轻孰重我心里有数，废不了啊。废不了。腊梅威风走江湖，走江湖！哎，来哥，干！张伯通，我替你挡一拳啊！好，来，来呗！来，乌龟聚首，我老大九九归一，你喝酒啊，六六大顺，大家顺呐，一起发财。好，谢谢啊。走。哎呀，你的大当家谁敢赢你呀？拉倒吧你。怎么的小子，你给我耍滑头啊，啊，还给我强奸呢。行了，都别喝了。弟兄们都出去啊，给我活动活动啊，这身上的拳脚功夫一天都不能耽搁。走。活动活动啊！我大当家的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就让他们歇会儿吧。还练啥呢？刀不磨要生锈啊，身子骨不练要发皱。来吧，你先给我过下招。大哥，哎，要不我试试？行啊，来。大哥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少废话，来吧。我输了。哎呀，还是大哥厉害，我服了。光我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行了，大家都操练着啊。是是是，跟你来。啊，大哥，要不咱俩比比别的？还比什么呀？比下棋。下。行，下棋。走，走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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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！开！豹子，我的豹子，同志，来来来来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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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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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五，好，小的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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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来来，往里压，快压压压压压，大，小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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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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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压大的赢小的，走了。打就是这样啊！哎，就是。今儿个爷的手气好，心情好，不玩了啊！哎，爷要喝茶听小曲去了啊！哎，你赢了钱就走啊？行啊，那怎么着啊？玩
赢了钱就想走啊？耶，能动手啊？规矩啊！小兔崽子，光玩这个。老子玩这个时候，你慢慢长毛的。哎，你们俩快起来，俩怂包！这孙子，赢完钱又走，啊，还把咱们仨给打成这样，你们俩已经够怂的了。走，回去烧家伙去。站住！这位兄弟，能听我说句话呗？你谁呀？干嘛呢？你别管我是谁。这些钱够他赢你的吗？掂量掂量。够，哎，够，哎，够。听我的，这钱归你。啥事？从今往后，你们谁都不许再跟他赌钱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。行。哎呀，你来的。来来，等等等等，别来都等等。想好了？走。大哥，你这棋也太臭了。将，门弓。哎，那个，这不算啊。哎，落子不悔，落子不悔，还当大哥的呢，落子不悔，不懂啊？这啥玩意儿？那行，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。哎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你都连输三盘了，棋太臭了，我不跟你下。不下棋干啥去啊？来来来，干啥？我要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？娶啥媳妇儿？咋的呀，大哥？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全忘了？啥事儿？还啥事儿？我跟凤的事儿啊。那事儿啊，我没得空说呢。哎，再说了，这凤啊，他不一定听我的。谁说的？这父母不在，大哥当家，他不听你的，听谁的？那也是啊。大哥啊，你是不是也没看上我呀？嘿，你这啥话呀？我要看不上你，我跟你拜把兄弟，啊，还让你当炮头。别忘了，这山上我老大，凤那就是二当家的，你是三当家的，我这叫看不上你。那你跟凤说说呗。行行行，我说，说话不行吗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真的。哎，咱再下一盘啊，这回呢，你让了我点啊。来来来，那没问题。大哥，哎，只要你肯把凤给我，我让你狙马炮也是应该的呀。来来来来，我先走了，当头炮。哟，凤儿。分给他们，爸，回来了啊？咋样啊？挺好。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你爱吃的，进城了呗。哪个城？哎，那谁，赶鸭子，拿两碗水过来。你胆儿不小啊？你啥身份你知道不？你是土匪呀？土匪咋了？土匪还不信进城逛逛啊？哎，哥，我跟你说，进城可看见大热闹了，那个城北那个警察分驻所被砸窑了。真的？嗯。哎呀妈，那还有假！我跟你说，个个跟血葫芦似的。北门警察分驻所被一锅给端了，还死了四五个鬼子呢。听说那砸窑的人神了，就跟那天兵天将下凡似的。哎呀，杀的那鬼子是血流成河，人头满地。那这些老爷，你去胡扯吧！啊，那死人都让你说活了，
哦，这杀几个人，那就血流成河，人头满地了啊！真的、啊，哥，我还数来着呢，的确死了五个人，把那枪支弹药什么全都给搬走了。哎，这就奇了啊！你说，这方圆百十里地就咱们一家了得吗？谁干的？哎呀，要我说，咱们是没种干那事儿啊！二当家不是说了吗？咱只有窝在这山上，偶尔呢砸几个富户，那是没错的。那要不然我这大烟炮都快断对了。那当土匪的没大烟炮抽，说出去都丢人。这我现在存的那些货那叫啥玩意儿啊？抽起来不冒泡不说，一股臭脚丫子味儿。哎，我可听说了啊，东洋的大烟炮，那家伙嘎嘎香。二叔，咱现在为啥不砸鬼子？那是说咱们现在势力还弱啊，再先想法养活咱自己。没错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咱们还是听大哥的吧，是吧？那当然了。这自打当年独立营被鬼子打散之后，还没人敢干在老虎嘴里拔毛的这种事儿了。哎，哥，我听城里的人说，那杂牌窑之后还留下字条了呢，写的是抗联独立营。什么？独立营？哎呀，身手不错呀！营长，你还活着？那可不咋的，这阎王爷嫌我命硬，那不收我。哎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营长，我真以为……你就以为我死了？以为啥呀？哎呀，这两年这看来过得不错呀！你滚犊子！马尿河一照，你一风光了，成了英雄，我们成啥了？啊？把营长一个人扔在阵地上跟鬼子拼命，我们跑了，我们成了逃兵了，我们，我他娘的还差点死在你的枪下！好嘛，奶奶的，到头来临死了。完了，背着一个临阵抗命的罪名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你要是营长，打仗的时候我不听指挥，你不一样也得枪毙我。拉倒吧你、啊，咱可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，敢做敢当。你开枪没开枪吧？啊，说那句话有啥用啊？要说我楚常德，真要遇到这个事儿啊，我也不会假惺惺的，嘿，说我枪里没子弹。这信不信由你。你再说了，你现在不活好好，你也没死吗？你说你死没死？等等，我死不死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啊？回来干啥了？我不管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桥，少来烦我了。过来呗，坐那么远干啥呀？少给我嘚瑟，兔子烤的差不多了，赶紧吃，咱赶紧走。我上哪儿去？啊？这家伙死挺寒天的，这里边多暖和。我今晚就住这儿了。啥？不走了？那可不咋的，不走了。
奶奶的！我就知道，他费劲巴拉来找我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说吧，啥事？你就打算这么往下混呢？混？哼，我这叫往下混呢？啊？对，就算是混，但我起码不担心明天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睛，我脑瓜戴不在脖子上。楚长生，到！滚！这是我家，不是队伍，少哈呼。你说你有意思吗你？啊，你管不着，有啥话就说，啥事儿？哎，这干啥事儿？那不得有人马呀？但那就带你人马干去呗。这不没有吗？没有你干啥呀？那不干。行，那这么的。我有个事儿啊，你得帮我一把。说吧。我这次来的时候过边境，电台给打坏了。我现在急需要一部电台跟上级取得联系，这事儿你得帮我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出去搬点柴火，把屋里烧得暖和点。哥，又开始想你独立营了。当年盲牛河一战，队伍全没了。营长为了给哥几个留条活路，抱着鬼子跳了山崖。我这才上山，拉起了柳子。这些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独立营，就不知道这次是不是真的独立营，还是有人借着独立营的名号砸的鬼子。大当家的，他们砸，那咱们也砸他，对不对？砸他一次，那够我抽半年大烟炮的了，值，该砸。大烟炮，大烟炮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大烟炮，那抽死人的那得。你个黄毛丫头，你哪知道那玩意儿的好啊？嗯。哥，你看二叔。我想下山去一趟，摸摸这个独立营的底细。大当家的，这一趟啊，我跟你一道去。你们呢，负责砸响窑；我呢，负责收集大烟炮。找到大烟炮了。我一半留着自己抽，剩下的一半我给他卖了钱，给咱柳子置备好的家当。大哥，还是我去吧。你们呢，都给我留在山上啊，我去。嗯，哥，我还忘了跟你说了，听彩盘子的兄弟说，明天中午有两辆日本军车从新津开往赵州，
又有粮食，又有军火，哎，这到嘴边的肥肉，咱就把它砸了呗。啥玩意儿？两辆军车呀？啊，那值老钱嘞！大当家的，砸！那可是大买卖啊！不行，代价太大。为啥不行啊？你们想想啊，这鬼子的军车敢在大白天的行动，他能没有武装家运吗？再说了，从新京发的车到赵州这边能没有军车来接应吗？就咱这几个人啊，这几条破枪，这不送死吗？嗯，大哥说的有道理，咱呢要干就得有把握，不能白白送死，对吧？你看，大哥说的就是有道理嘛。就你会说。又急。我尽快下山去打听消息，你们给我守好了这黑风岭。嗯。哥，那你下山的时候带几个稳当点的兄弟啊，自己小心点。哎，哥，那个军车的事儿呢？这茬别提啊，跟咱们没账。哥，哥，进来。报告司令官阁下，不好了，北门分界所没人了。那你？前两天不是着了一个指挥官，还有几个警察吗？是啊，我刚才给各分界所打电话，没人接，我亲自赶过去一看，大门全开着，院里扔的全是他们的衣服和武器，人全跑了。北门分界所没有警察，难道让我这个城防司令官接手城门吗？玄策，哎，你去告诉萧大军，如果再找不到警察，就让他去给我守城门。嘿。哎，二丫头，大叔啊，哎，二丫头，嗯，你说的那两辆军车的事儿，牢靠吧？铁板钉钉的。那太好了呀，两辆军车的东西得多值钱呢。嗯，又有粮食又有枪炮，这不正是咱黑风里缺的东西吗？那你说大当家的这回咋了呢？咋这怂呢？不过我觉得我哥说的也有道理。那啥道理？那这狭路相逢还勇者胜呢，你信不过咱黑风岭这些弟兄啊？我咋信不过呀？咱黑风岭的弟兄们个个都是好汉。哎，那这不结了吗？不就两辆车吗？咱要真能杀了鬼子又结了货，这不是给咱黑风岭长脸的好事吗？两辆车的东西啊，多值钱呢。嗯，除了给咱黑风岭攒下不少的粮食以外，我得买多少大烟炮呢？快收钱！赶快收钱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收起来了？不玩了？赶快收钱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我来了就不玩了？什么意思？有人出钱，叫我们不跟你玩了。啊！玩了！玩了！玩了！哎哎哎！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出钱的？说。我。就你那两下子，
先生，您看，我们都听你的话，都不跟他玩了。你不是愿意赌吗？我跟你赌。你跟我赌？怎么的？不行啊！是爷们儿，咱就赌啊！赌啊！是爷们儿。好，赌。赌啥？说吧。听你的。这个行吗？行吗？行。好。我要输了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我要是赢了，你立马滚蛋。妥。太赌不赌了？没钱。以前你净赢我们大伙的钱，这回啊，你遇上茬子了吧你？对，没钱了，一分钱都没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赌！你又来赌？爷们儿，爷们儿，爷们儿啊！爷们儿，你两手空空的，拿什么赌啊？就是。命！规矩，我先来呗。弟兄啊，我听说了，北门分驻所那鬼子，也给包饺子了。
一个都没剩。他们仓库里那个三八大盖还有数不清的子弹，全让独立营给清光了。哎呀，还有一把嘎嘎新的外挂，哥，这窑他砸得好，可是他便宜那叫什么营了？哎，哥，你说这窑要是我们砸，那咱们不发大财了？哎呀，那算什么呀？你走吧，那你们猜猜，他们几个人干的？怎么不得二十五六七八个啊？俩人。俩人，俩人就把那鬼子黑狗子一锅给炖了。哥，那什么营是哪个山头的？我听我都没听过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到黑凤岭几天啊？我还告诉你，咱们大当家就是独立营的人。那，哎，你坐。弟兄们。当年盲牛河一战，咱独立营百十豪兄弟跟鬼子三个大队血战了五天五夜，最后突围出来的还不到十个兄弟。从此独立营的旗号也就消失了。可是就在前几天，赵州城里又有人打出了独立营的旗号。我今天就带几个兄弟下山去摸摸底，如果真是独立营回来了，我老黑风一定重新回独立营去杀鬼子。弟兄们如果愿意的话，以后咱们就是独立营的兄弟了。我们愿意，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哥，哥，这是要走啊？啊，早点动身吧，还要赶着去看几个兄弟，顺便呢打听一下独立营的消息。大当家的，别忘了给我带东洋大烟炮。放心吧，二叔，你就忘不了那个大烟炮。哥，哎，那日本人那军车咱不砸了？不砸。为啥呀？那找那独立营比咱自己砸个响窑还重要。凤啊，你听哥的没错啊，哥让你留在黑风岭，这山上的弟兄还都仰仗着你呢啊。再说了，二叔跟老姨年龄也大了，也得靠你照顾啊。凤，可不许胡来啊，一切等着我回来。走吧，快点，快点。爸，说实话，你在，我心里特有底。找二当家的，别老叫我凤凤凤，就你会说。就叫凤。叶叔，你又给我家村官子来了。哎，小鬼，咋那么多话呢？师傅呢？你有啥？啥玩意儿？摸电报局？对。你要摸，你也得摸那个军火库或者银行，这有钱。你摸电报局有啥意思？行了，大毛头，别唧唧歪歪的了。
不是，你说，你摸电报局干啥？这回我来呢，上级给我的任务，就是开辟新的抗日战场。来的路上，电报机给打坏了，人一共三个，牺牲了俩，就剩我一个了。所以我呢，必须要整部电报机，跟上级联系。连长，咋就剩你一个呢？我跟你干呢。别的人咱也管不着，是不是？他们愿意当孬种，他当他的。小兔崽子，说话哈，别阴阳怪气了。行，咱说好了，我呢就再帮你一次。不过事成之后，谁别当谁啊！你继续干你的独立营，我呢还当我的耍钱鬼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行吧？一条没人能回来的路，义无反顾，不怕辛苦。一场不论公平的战役，为理想杀敌。眼看战火烧四方，红颜狂，遍体鳞伤，绝不投降。战役为理想杀敌，满天下着黑的雪，天地间满目疮痍，无人看见。永远的春天。